got me caught in the night like a fire in July, like a fierce with no fight, got nobody on my side and I do it alone. Right on the cut, right on the edge, I do it alone. Wherever I go, wherever I go, come on, let me take you where the water ends. 我们今天早上第一站就在圣水埠，圣水埠这个它这边是属于香港的一个老城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些店铺全部都改成这种创意的街区，算不算？嗯，一个一个非常有特色。总结一点就是你如果在你自己的城市把一些废物全部都垒在一起，你也可以做个创意街区。但是仅限香港，因为你在内地这样干的话，两天倒闭。文化。我们又来听好运吃叉烧包了。听好运很多，在高铁站也开了一家，然后消费真的很便宜。有多好吃的你看一下。你讲就知道，你都没去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去过了，我讲。两个人170块钱吃到哦，又来了，怀疑人生了，很好吃。来，我先来一个肠粉。萝卜糕好吃。然后再来一个凤爪。好吃吧？现在我们尝一个叉烧包。哎，我不是一个一个尝。它是个包，然后表面已经被这是烤的，变成酥皮了，有没有？有点像那个菠萝包一样的，外面是酥皮了，然后咬进去。哎，你知道怎么快速 rap 吗？放里面玩儿，都是叉烧，怎么样？外面是酥皮，这个实质干得掉。嗯，口感跟普通的叉烧包是不一样。嗯，教你一个新才艺，好不好？啊，怎么快速 rap？ 学会 rap 就是叉烧包嘛，咬一大口，吃完这个，祝你的天好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到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？还是在深水埠吧？应该是吧。反正周边了。然后一个所谓的 party room， 就是给香港年轻人，给年轻人对玩的一个地方。具体我看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哈，玩什么东西不懂，就是一些有的没的。我感觉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场地。然后地上这些都是充气的，有球啊，有拱门啊。然后我刚刚踩这个地板，这里面是软，不知道等到玩了吗？我看看。然后这是应该就是他们的休息区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休息区？对，像休息区一样，看电视的。然后这里，它都是它布置的。然后有这个风机，这个干嘛不懂？风机。然后还有面具，又不像打 war game 的地方。面具，然后还有球。这有什么说明书吗？啊，我找到一份说明书，场地有说明书，看看，就是在这个场地里面，你可以拿着光剑跳舞啊，有光剑跳舞，还可以玩这个，也不知道是打什么子弹的枪，然后可以扔球，然后可以套上球，是不是？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娱乐空间嘛，平时生活压力很无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好。对的。目标在前面。好，你们放着。可以放了没有？我就这样子。哎，找不到的呢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最后一站，就是全球唯一一间铁板烧是米其林一星的餐厅，吃。Take you where the water ends.
take you where the water is。好嫩，我都根本不用切了，我把它藏起来。嗯，入口即化。那不是不是，它就是鱼肉是在的，然后鱼鳞是酥的，是碎的。问一个不是很内行的人，怎么样？看到。我们先夹一点青芥末放在这上面，然后呢？那就拿掉一点。然后我们再夹一片日本的大蒜，然后拿一片。倒掉 ，OK， 然后放在顶上，然后，哎，加一些日本的海盐，喜马拉雅的盐，吃，美味しいですね。好多好多的，哇，这是个，哦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料理店来的是年轻人居多，还是说一些成功人士？成功人士居多，年轻的有，但是不是我们主要的客户群。因为真的我住太板寿已经有40年，这里有些客人第一次是跟爸爸妈妈来吃，我的长辈来，现在他自己带几个。那有没有所谓的那种情侣啊？在女生啊，然后有些我们是有客人包了整个房间两个人吃饭，他们包两个人吃饭，他们全都放了紫色的花哦，白花要把20000多块，对，所以说赶快带你们的女生来。